这个牛连肉我已经吃完了啊，就剩个壳在这，然后大美就直勾勾的盯着，以为这是什么好吃的东西。你想来一口吗？为了消除大美的好奇心，那么这一块就给大美吧。那这块就给你吧，你闻闻看是不是你想要的，是不是比你的猫粮冻干味道更香。看来不是你想要的。喂喂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，这是你自己想要的，还买？不是你，我就换了。有人。来咬一口不？好奇心，把所有的问题都想要找到原因，把所有的疑问都要捧到他手心里，再承受一点点，这一生就像历险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
了天，在一起为了这个命。